任大帅，老匹夫，死到临头你还不服朕？好，他要决战，朕就陪着他。皇上，皇上，众将听令！众将听令！臣在，臣在，臣在。皇爷，战机听令。战机，你率领先锋先行接战，不必冲杀，只管将其主力朝着朕引来，左右两军展开两翼，等着他们全部进入我军阵中，立刻合拢口子。皇上，一个敌兵也不能让他跑了。皇上，你小心身体呀！这一仗，朕已经等了20年了。皇上，任大帅，快点！皇上，你要见分晓，今天咱们就见个分晓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要小心身体呀！保护王爷爷。皇上，皇上。大帅，看起来朱棣已经有所准备，这一仗不好打呀。废话，他已经准备了20年了，我岂能不知啊？看这阵势，他是要把我军引入他的阵中，合而为奸。大帅，当今时刻已无退路，只有奋力冲杀，两强相遇，勇者胜。大帅，击鼓进军吧。难，不急了也不能乱了方寸。朱棣想抓我，我还要抓他呢，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一会儿，他先锋冲来，必会引我前进至他阵中。我军一旦冲乱了他的阵脚，你就率士兵齐喊：“朱棣已逃，明军败了！”大帅英明，大帅英明！击鼓。冲！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！一二三，起！皇爷爷，任大帅此番拼了老本，一见皇上必会直杀过来。皇上万不可暴露于两军阵前，就你多事。朕就是要让他看见，如此才好让他拼尽全力。朕倒要看看谁拿得住谁。击鼓！击鼓！先锋出击！先锋出击！快去！是。
这是皇上用兵之计。别跑，回来，都回来，这是皇上用兵之计。别跑，回来。皇上，敌军已经杀过来。使战，皇城我军已败，先锋军已经落了阵脚，敌军马上就要冲过来了，您还是退后吧。不要慌，朕在这儿等着他，就怕他攻不过来。任大帅攻势极猛，皇爷还是暂避锋芒吧。两军阵前你不去杀敌，跑到朕面前婆婆妈妈的干什么？任大帅既然已诈称我军退败，朕一动岂不正中他的诡计？让他来，再近一点，左右两军从后兜上去，他死路一条。不要管朕。皇上在此，不要听信敌兵鬼话。冲上去，快冲，冲上去。将任大帅围住，皇上所处之境却十分危险，要赶快冲过去护住皇上才是。是，
一代舞娘和周将军率先锋营冲到父皇身边保护他，其他人四处散开，冲进去扔胡萝卜，破他的马匹。兄弟们，甭管是撒白灰还是丢鸟罐，只要能打赢，有什么本事就使什么本事，我们不怕笑话。收到了，给我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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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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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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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将太勇猛了，无人能挡，正带着人马朝咱们这边杀来了。那是哪头的？你看穿的都是我朝装束，一定是来救皇上的。你看那敌军的阵脚乱了，啊！敌兵的马不听令了。皇上，您看，天赐，他什么时候会武功了？天赐得了高手传授，这时的武功已经不在洪总管之下了。穿得花花绿绿的，
只怕是他一路收来的江湖草莽。哎，皇上，他们怎么听天赐的话呢？朕怎么知道？哎，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制住任大帅的骑兵的？这个孩儿就不知道了。天赐一向不循章法，不知他又用了什么下流的手段。自古兵不厌诈，管他什么办法，赢了就是好办法。皇上，看来蛮儿没有看错他，倒是朕看走了眼了。这小子到底还是有用得着的时候。杀杀杀！快快！没事吧？我有什么事？看，我杀了一个，我杀了一个。妹妹，来来来，我杀了！一定要顶住！弓箭手，给我射！是。黄爷，小心！这，别往底下钻了。骑兵，不要管他，制服朱棣撵车。是，杀！这，
皇上，那咱是个勇字儿。勇字儿。天赐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啊，不。皇上，我来了。你还带什么人来了？都来了，蛮儿也来了。蛮儿在哪儿？皇上您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保护他了，一会儿打赢了你就能见着他了。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看见那边大旗了没有？你武功好，去给朕夺过来。不行，等着吧。去捉朱棣老贼。败在我的手里了，这这
任大帅，现在又当如何？哼，你运气好些，算你赢了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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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快快下马投降！凡是放下兵器者免死，将任大帅父子的尸身看好，择日安葬，收拾马匹，就地扎营，论功行赏，庆贺三天，即日还朝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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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除剑门旧臣所有的罪过，永不再追究。
找到静儿，这总能接受了吧？如此，多谢了。哎呀！哎！仗打完了，咱们现在可以入洞房了吧？你这次立了大功，我父皇一定会同意让你当驸马的。我们迟早都会入洞房的，不用着急。你说梦如姐姐会不会喜欢你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其实有一件事儿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红叔叔是为了救你和九娘才死的，只留下孟姐姐一个人。你从小是和孟姐姐一块儿长大的，我又和她那么好，她一个人今后嫁给别人，她也不会高兴的。要不打婚的时候把她和我一起娶过来好了。啊？那不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不喜欢我的。哎呀，你以前武功不好，她当然不喜欢你了。现在你武功那么好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。你放心吧，交给我好了啊。哎呀。那不行，那肯定不行。他不吗？不不喜欢我的，不行啊！他会的，不行啊！他肯定不会喜欢我的，他会喜欢你的。不行，我好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不会喜欢我的嘛？他不会嫁给我的，不会的。哎呀！你干什么干什么？你不是来还我命的吗？孟天赐，我告诉你，锦娘没死。真的？你说什么？我九娘没死？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找你九娘？我当然愿意了。你快起来吧，既然九娘没死，迟早你是我九爹呀。哪有当爹的给儿子跪的道理啊。快起来起来啊。要不这样吧，等我和蛮儿成完亲，我再跟你呢去找我九娘，你说好不好？天赐，我胡不归一生所忠之人只有陛下，所爱之人只有锦儿，所服之人便是你屁下冯天赐了。你算得上是好男儿大丈夫，请受我一拜。你别走。别走。天赐的名声有多大，那些人啊全是冲着陛下的面子来的。天赐啊，他不光讲义气，而且还会领兵打仗，大家啊都服气得不得了。任大帅的粮草营啊也是他带人烧了的。父皇，这回天赐可算是立了大功了吧。皇上，其实这些主意啊都是蛮儿出的，都是蛮儿教的我呀。蛮儿这样说呢是为了让你看得起我罢了。蛮儿教你的？你用不着看他，朕的心里有数。蛮儿喜欢你，老在朕的面前说好听的。不过你倒是实话实说，足见你是个为人忠信的孩子，朕也不能小看你的功劳啊。父皇，冲锋陷阵啊都是天赐在前头，他身为元帅，身先士卒，这才使大家有了士气的。而且任大帅的马匹配胡萝卜也是他想出来的主意。蛮儿说的有道理，你当朝官的时候不也是你九娘教你的吗？想想看，要朕赏你个什么官做？皇上，官就算了吧，你要是不再讨厌我，就把蛮儿给我好了。你这混小子，什么时候学的这般会说话了？好，朕这就答应你做朕的金刀驸马。你别得意的太早啊！有句话，朕倒得交代清楚。蛮儿是朕的心头肉，朕把他交给你，你可得千万好好待他啊！皇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他的。
笨蛋，除了皇上就不会叫点别的了？对，皇上爹，既然您肯做我的老丈人，我就叫您一声爹吧。爹。